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HSK 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四十题，请大家注意。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 第一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：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好吗？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。 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好吗？现在开始第一到五题。一，喝点水吧。今天踢的怎么样？我们班的水平比他们高，我们进了五个球。 一，喝点水吧。今天踢的怎么样？我们班的水平比他们高，我们进了五个球。二，每天都要洗碗和盘子，累不累？不累。我们家那位做饭，我来洗是应该的。 二，每天都要洗碗和盘子，累不累？不累。我们家那位做饭，我来洗是应该的。三，十四床的病人今天好些了吧？好多了，下个星期应该可以出院了。 三，十四床的病人，今天好些了吧？好多了，下个星期应该可以出院了。四，我们是去年秋天结婚的，你看，这张照片就是那会儿照的。你爱人真漂亮。 四，我们是去年秋天结婚的。你看，这张照片就是那会儿照的。你爱人真漂亮。五，你看见我的照相机了吗？我记得放在包里了呀。没看见，别着急。 慢慢找。五，你看见我的照相机了吗？我记得放在包里了呀。没看见，别着急，慢慢找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六，姐。 祝您生日快乐！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礼物。六，姐，祝您生日快乐！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礼物。七，喂，出门前再检查检查你的行李，别又忘了什么东西。 这次不会了，已经检查过两次了。七，喂，出门前再检查检查你的行李，别又忘了什么东西。这次不会了，已经检查过两次了。八，你看看这段话。 这样写怎么样？除了这个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外，其他都不错。八、啊，你看看这段话这样写怎么样？除了这个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外，其他都不错。九。 怎么不看新闻了？世界杯七点半开始，我等了四年了。九，怎么不看新闻了？世界杯七点半开始，我等了四年了。十。 爸爸年轻的时候真有意思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他那时候还特别喜欢送我花儿。十，爸爸年轻的时候真有意思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他那时候还特别喜欢送我花儿。 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为了让自己更健康。 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，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 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。 不是他的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把电视声音关小点儿。你弟弟明天考试，正在复习呢，别影响他。 弟弟正在看电视。十一，把电视声音关小点儿。你弟弟明天考试，正在复习呢，别影响他。弟弟正在看电视。十二。 你看看这个题，开始大家以为很容易，没想到到下课也没做出来。这个题很难。十二，你看看这个题，开始大家以为很容易，没想到到下课也没做出来。 这个题很难。十三，这个宾馆的南边有一个公园。奇怪的是，这张地图上把公园画在宾馆的北边了。宾馆旁边有个公园。 十三，13, 这个宾馆的南边有一个公园。奇怪的是，这张地图上把公园画在宾馆的北边了。宾馆旁边有个公园。十四。 我有一条小狗，和它在一起的时间越久，我越觉得它聪明可爱。他不喜欢小狗。十四。我有一条小狗，和它在一起的时间越久，我越觉得它聪明可爱。 他不喜欢小狗。十五，这个周末有个重要的会议，所以不能和你一起去看那个电影了。对不起，下周怎么样？他这个周末去看电影。 十五，15, 这个周末有个重要的会议，所以不能和你一起去看那个电影了，对不起。下周怎么样？他这个周末去看电影。十六。 你妈晚上和朋友们在外面吃饭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做饭了。让我看看，冰箱里有什么吃的。妈妈晚上不在家吃饭。十六。你妈晚上和朋友们在外面吃饭，所以。 我们要自己做饭了，让我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吃的。妈妈晚上不在家吃饭。十七，客人马上就要来了，你去告诉李小姐。 先把房间里的空调打开，今天太热了。房间里很冷。十七，客人马上就要来了，你去告诉李小姐，先把房间里的空调打开，今天太热了。房间里很冷。 十八，这个房子真的很不错，厨房和洗手间都很大，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。像您这么喜欢小动物，有个花园会很方便。花园不大。十八，这个房子真的很不错。 厨房和洗手间都很大，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。像您这么喜欢小动物，有个花园会很方便。花园不大。十九，这件事电话里讲不明白。 我们还是见面说吧。一个小时后我到公司，你在办公室等我。他要去学校。十九。这件事电话里讲不明白，我们还是见面说吧。一个小时后我到公司，你在办公室等我。 他要去学校。二十，这次比赛的新要求和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，网上都有，你上网看一下，回去跟同学们也说一下。比赛要求有变化。 二十，这次比赛的新要求和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，网上都有，你上网看一下，回去跟同学们也说一下。比赛要求有变化。第三部分。 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。 买了这么多东西，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我发现你现在很爱看新闻。 我其实对新闻没兴趣，主要是想提高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。男的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怎么样？二十一。我发现你现在很爱看新闻。我其实对新闻没兴趣，主要是想提高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。 男的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怎么样？二十二，你最近比以前来的早了，搬家了？是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上个月就搬家了，走路十分钟就到。 女的为什么来得早？二十二，你最近比以前来得早了，搬家了。是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上个月就搬家了，走路十分钟就到。女的为什么来得早？ 二十三，23, 您好，三二六零号为您服务，请问您查哪儿？你好，请帮我查一下国家图书馆的电话，谢谢。男的在做什么？二十三，您好，三二六零号为您服务，请问您查哪儿？你好，请帮我查一下。 国家图书馆的电话，谢谢。男的在做什么？二十四。明天上午我们去看你爷爷。你作业写完了没？我今天一定能完成作业。 相信我好了，他们哪天去爷爷家？二十四，明天上午我们去看你爷爷。你作业写完了没？我今天一定能完成作业。相信我好了，他们哪天去爷爷家？ 二十五，您请坐。王校长正在开会，会议马上就结束了。谢谢。我问您一下，贵校有多少在读学生？一万。男的要找谁？二十五，您请坐。王校长正在开会，会议马上就结束了。谢谢。 我问您一下，贵校有多少在读学生？一万。男的要找谁？二十六。别说话，你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你不知道，儿子昨天买了两只小鸟。 一只红色的，一只黄色的，它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二十六。别说话，你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你不知道，儿子昨天买了两只小鸟，一只红色的，一只黄色的，它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 二十七，27, 新买的这种糖特别甜，很好吃。你吃一块？不，我已经刷牙了。男的为什么不吃糖？二十七，新买的这种糖特别甜，很好吃。你吃一块？不，我已经刷牙了。男的为什么不吃糖？ 二十八，你这儿的环境很好，很安静。环境是不错，买东西也方便，附近就有超市，就是离地铁远。这儿离哪里近？二十八，你这儿的环境很好，很安静。环境是不错，买东西也方便。 附近就有超市，就是离地铁远。这儿离哪里近？二十九，我中午买了两箱苹果，你开车来接我吧。好，等一会儿下班后。 我给你打电话。女的想让男的做什么？二十九。我中午买了两箱苹果，你开车来接我吧。好，等一会儿下班后我给你打电话。女的想让男的做什么？ 三十，您没去火车站，您的司机呢？他今天有点事，我叫了辆出租车，几分钟后就到楼下。女的打算怎么去火车站？三十，您没去火车站，您的司机呢？他今天有点事，我叫了辆出租车。 几分钟后就到楼下。女的打算怎么去火车站？第四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。 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，快点吧！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，快点吧！一起吃，菜冷了。 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。三十一，我给你开点药。 这段时间注意休息，不要太累。好的，我会注意的。还有，咖啡和啤酒要少喝，不要吃羊肉和鱼。好，谢谢您。他们在哪里？三十一。我给你开点药。这段时间注意休息，不要太累。好的，我会注意的。 还有，咖啡和啤酒要少喝，不要吃羊肉和鱼。好，谢谢您。他们在哪里？三十二。哥，刘阿姨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啊。 他只是鼻子有点不舒服，那就好。我以为他因为什么不高兴了。你不用那么客气，走，去看表演吧。刘阿姨怎么了？三十二。哥，刘阿姨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啊，她只是鼻子有点不舒服。那就好。 我以为他因为什么不高兴了。你不用那么客气，走，去看表演吧。刘阿姨怎么了？三十三。下个星期六，我准备去爬山。 你很长时间没锻炼身体了，要小心点儿。没关系，最近我不是开始跑步了吗？最近，你是从昨天才开始跑步的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三十三。下个星期六，我准备去爬山。 你很长时间没锻炼身体了，要小心点儿。没关系，最近我不是开始跑步了吗？最近，你是从昨天才开始跑步的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三十四，请问，汉语词典在几层？在二层，二层右边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可以借几天呢？对不起，词典不借出的，只能在这儿用。女的应该去第几层？三十四，请问，汉语词典在几层？在二层。 二层右边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可以借几天呢？对不起，词典不借出的，只能在这儿用。女的应该去第几层？三十五。别吃了。 你已经吃了三块蛋糕了，这是最后一块。你总是吃甜的东西，不怕变胖吗？你放心，我们家的人都很瘦，吃不胖。我也一样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三十五。别吃了，你已经吃了三块蛋糕了。 这是最后一块儿。你总是吃甜的东西，不怕变胖吗？你放心，我们家的人都很瘦，吃不胖。我也一样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三十六。 别难过了，考试成绩不是最重要的。我的分数太低了。但是你努力了。你的问题是你对历史没兴趣。是。如果我喜欢历史，跟我喜欢音乐一样，该多好。他的历史成绩为什么不好？三十六。 别难过了，考试成绩不是最重要的。我的分数太低了。但是你努力了。你的问题是你对历史没兴趣。是。如果我喜欢历史，跟我喜欢音乐一样，该多好。他的历史成绩为什么不好？ 三十七，37, 带上伞吧，天阴了，可能会下雨。知道了，我带着呢。伞还在桌子上呢，你别忘了。我拿的是那把黑色的，短的那把。女的拿了哪把伞？三十七，带上伞吧，天阴了，可能会下雨。 知道了，我带着呢。伞还在桌子上呢，你别忘了。我拿的是那把黑色的，短的那把。女的拿了哪把伞？三十八。吃了午饭再走吧。 我做两个菜，很快的。简单吃点面条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去做鸡蛋面，你先喝杯茶。要不要我帮忙啊？男的希望怎么样？三十八。吃了午饭再走吧。我做两个菜，很快的。简单吃点面条就可以了。好。 要我去做鸡蛋面，你先喝杯茶。要不要我帮忙啊？男的希望怎么样？三十九。你这次要离开多长时间？还没决定，一周或者两周吧。 你这是第几次去那儿了？第三次。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、写电子邮件都可以。女的要出去多长时间？三十九。你这次要离开多长时间？还没决定，一周或者两周吧。你这是第几次去那儿了？ 第三次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、写电子邮件都可以。女的要出去多长时间？四十。我明天穿什么衣服好？你帮我选选。你想穿裙子。 还是裤子，我想穿裙子，这条白色的怎么样？同意。那穿哪双鞋呢？他们在做什么？四十。我明天穿什么衣服好？你帮我选选。你想穿裙子还是裤子？我想穿裙子，这条白色的怎么样？ 王爷，那穿哪双鞋呢？他们在做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